好，我是日哥，今天拿这个笋啊来制作双笋，然后教你们怎么制作，又好吃又漂亮。我们已经把竹笋洗干净了，现在开始制作。做法很简单，我们配两个辣椒，然后放点大蒜，放姜，放进去比较有味道，有辣味有香味。放一瓢清水下去，然后我们放点盐，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。把盖子盖上，然后过4-5天就可以吃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如果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